各位同心，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黄秀华讲师来演讲，请掌声欢迎，谢谢。各位咱初级班的同心，大家高赞，大家好。好。大家辛苦哦，今仔日已经是咱初级班上课第三天，好、哦，会再去上尾一节课哈。来，我先自我介绍。今仔日呢，咱这节课，予恁较轻松的好无？哇，为拜五来，敢对？恁拜五暗落来啊，我嘛经过安尼的经历过啊，吼、哦。初级班、高级班、过五关，吼、哦，甲今仔日这个抗战，我了解，这个时阵是有一点啊忝，啊，所以这个时间呢，予大家较轻松嘞，吼、哦。我的题目叫做《美丽新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台湾民政府，我的期待，我希望呢，我的未来，我的囡仔，我的子孙，会当有一个美丽新的世界，吼、哦。啊，我自我介绍，我是黄秀华。然后今嘛本身呢，我经过了咱初级班、高级班，哈、哦，那个就是还有职前训练、法理点招、职务点招，过完五关，哈、哦，今嘛我。所登记的职务，伫个咱中央内阁，我是伫个厚生劳动省，吼、哦。可能即马咱现场介侪同心朋友对安尼个组织、介成分不熟悉，我先甲大家来实际了解一下，敢好？吼、哦，咱即班哦较辛苦，头过看人咧休困，不过即马看大家目睭拢安尼睁开来看着我，真甲恁感谢。我先了解一下，今日吼、哦，恁知影咱台湾民政府。现在全台湾有几州？六州，吼，六州。来，要让大家你也了解一下，恁这班的来的同心是按对来的，好不好？咱，恁举手，恁会当家己大家小看一下。咱为北到南，刚好。咱为今仔日有位宜兰州来的举手，哦，宜兰州，哈，一两三，哎，大家小看一下，哈，宜兰州。为什么叫恁看？恁敢知？你阿恁咧初级班后来，请放手。好，谢谢。好，请放下。要互恁了解是讲，今日是属咱一班啊，有来自六州的同心的时阵呢。恁今仔日转去吼，早偌济法律转去，拢阁一回事啊。因为呢，我初级班转去第三天，我当会记个四个字尔，其他差不多袂记了了啊。我怎安那呢？因为咱台民政府做大心啦吼，咱的网络。是不是拢有咱的课对无？咱若是有兴趣、有这个决心，要来甲好好啊了解，咱去网络一遍搁一遍去看咱遮所有讲师的遮的课程，你会当吼不断不断卡金，会当有正确的发力。那唔过呢，今仔安尼造型，今仔这个时刻，恁即马安尼造型吼，是要搁再有一遍就对啊啦。所以呢，今仔日头过，互恁看到有来自咱宜兰州的朋友，恁来甲看哦吼，恁来交朋友转去就对啊。为什么呢？林刚，你有带伫个宜兰、花莲迄单位啊的朋友，台东遐的，我有甲我港体的人甲我上课哦，吼，安尼吼，就甲因介绍，会当甲恁的亲朋好友介绍，互恁遮的港体的朋友，小招，甲伊斗带去咱的州，也是咱郡的办公室。所以今日介要紧是爱实赛着咱遮有志一同，而遮的同心好朋友，吼、哦、来，所以透过咱宜兰州的。过来呢，今天有来自咱台北这个举手一下，好不好？今天你好，来甲欢迎一下，大家拢好，拍破声，包括透过宜兰机会咱报一下哈。好，咱宜兰，过来就是咱这是台北嘛哈，宜兰，啊过来是咱新德州，有咱新德州的朋友，好来哦，新德州，哦爱甲新德州吼，安尼拍破一下，安尼心情真好，来好，新德州过来呢是咱台中州。台中，好，伫遮吼，足平均呢，蛮平均的呢，吼、哦，来台中吼，过、哦、来呢，搁行落来，就是咱的台南州，台南，举手，台南我的故乡，我爸爸妈妈的故乡，好来，谢谢，台南州，鲁南开始敢那人较少淡薄，啊，等下，我属于高雄的呢，来我，唔知咱高雄来几个，来高雄州的举手，啊？啊，陈志是 KB 狗，安怎人哪能对得起吗？去日本来吼，咱的高雄州的陈志是吼，最近人事有异动，
阮即马吼，各酒起来，即个弟兄，大家拢是少年家，拢年轻有为。啊，就我所了解，今仔日咱高雄酒的陈知识，阁有介侪人啦，缀着夫人去到日本。吼、哦，今仔日故事要甲大家报告，因去日本，去为台湾民政府去拍拼。啊，所以呢，会奇怪嘞，咱高雄酒真正来几个啊？我阁看一遍，我有看唔对无？是安尼尔吗？哎呦，陈知识啊，你去日本了，咱高雄酒怎拢缀你去安尼才会使？所以呢，咱高雄酒按高雄酒加油，转去呢，吼、哦，咱就带新朋友去参加着咱的餐会，吼、哦，来甲因做哩，来甲因做一下说明。人讲咱初级班，大家拢较平静嘞，你看人安尼。中部以北安尼遮的吼，遮尔那投入吼，咱南部遮爱较加油的。转去，我嘛爱甲这个消息炸转去，讲安尼调查落来，袂使啦，安尼南部较加油一下吼。其实高雄酒算安伫个大明政府内底，新员足多，非常多。啊，不过可能新朋友是不是已经来过很多了？这个要探讨一下，后续再吼跟大家再加强宣导。除了要让您了解到讲，您来住。全台湾六州以外，搁要互恁了解一下，恁是安怎来的？我先甲你报告。我是阮爸爸甲我带来的。甲恁讲一个报告，一个故事。足侪吼，少年同新朋友无，那是讲爸爸妈妈要甲因带来吼，足拼就对啊。人讲爸爸你去用骗去，妈妈你是头壳安怎样？人咧甲你凊彩讲讲，你就去用歪去。像我这种足乖有无吼？聊聊有啊。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结婚的女性，我要爱我的囡仔，希望因未来的日子有搁较好的未来，有较好的食头的出路。我无爱还去做台老啦。所以当我听到安尼话你的时阵，阮爸爸初期咧甲我讲的时阵吼，我讲哦，爸爸，因为拄迄时阵开，伊是差不多三年四年进前，迄时拄开始，伊是初级，伊是高级班第二期，伊咧甲我讲的时阵，我讲。爸爸，啊，无你迄落，你阁继续行看卖。啊，若感觉有一个破的时阵吼，你去甲我讲。我们都足侪人是安尼观望嘛。所以各位同心好朋友，恁今仔日这个时间来到家，是拄多好，民政府要起飞，即将要来执政的时间，你敢知？顺利入来的时间是真正是拄多好，为着你安尼的这个幸运，吼，安尼家己破声拍落。你讲在恁即马礼拜这个时间吼，我好会介感动啦。人讲吼，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了，对啊。因为吼，因过咧上课的时阵要甲恁理解，来，我是爸爸甲我介绍礼拜，即马要互恁来了解一下。恁即马是恁家己的亲朋好友甲恁介绍的，恁举手一下。大部分哦，好来好，请放落来。今仔日介绍你来的朋友，有伫现场陪你的举手。哦，够幸福来送陪你啊！护底书，护底书，吼，你成绩真高。啊，你嘞，送给你介绍嘞，陪同。啊，所以他在别的地方上课。对，所以呢，你看，拢陪同啦。当初是我爸爸呢，我住高雄，我爸爸住伫新店。甲我讲你来，吼、哦，啊去高铁站，甲我载来到家，讲来开始填资料，填填的呢，单体嘞，排队，钱为了底下捡出来。对我搞去，我讲爸爸你什么钱？住宿费，你来这上课，免吃免住吗？他一人搞你服务，我免讲应该家己自那个使用者付费吗？我讲哦是安尼哦，所以咱来理解，这条钱不是交给台湾民政府，交给咱来学习，咱去一日游，咱去做教育训练，咱搞免开钱，这冷气、水电。大家拢爱费用，所以呢，我要甲大家报告，来个台湾民政府，咱的态度、咱的心态爱改变。尤其呢，咱初级班上要紧，就是咱家己的心态。咱为这大初级的任何一句话、一句话啦吼，对台湾民政府拢非常要紧。所以呢，我其实个人非常重视着伫个初级班，甲大家的结缘、甲大家讲话这个态度。我真重视这个部分，因为呢，来到这，恁来熟悉到这个环境，搁较侪法律，那是恁入来，感觉这个内底的人讲话唔对，恁其实会出去。我想要跟恁讲这个话呢，就是讲，昨我来的时阵，警察署去甲我讲的，伊讲
伊载过遮尔那侪台湾民政府诶，伊即马嘛做客气诶，因为伊那客，阮个人做侪嘛，恁做侪中官，我慢慢慢，你莫讲中官啦吼，阮只叫做同心啦。哦，恁遐同心吼，有诶讲话吼，甲你讲诶无啥共，所以呢，迄个是安怎？咱有诶吼，年纪较大一点点，阮只同心有无？就赶紧诶啦，来讲讲吼。我要得证啊！你国民党，你较试看卖诶，吼，因着要安怎安怎？我讲，哈，安尼甲你讲哦，处理咧，各位同心嘛。今仔日我要甲恁报告，咱礼拜到台湾民政府中央厅、中央办公厅，咱今仔所听到，咱来理解。可是咱若未晓讲诶时阵吼，来，我想要互恁了解着，讲恁为对啊来，恁会当有啥物资源，会当去网络看，会当去认识恁遮诶朋友。吼，去理解，互捌的人替恁讲啦。恁千万莫家己黑白讲，讲了到底吼，会防吐啊，甲人编，迄种无意义，无意义。要紧是讲，像讲恁会当今来到遮，亲身经历来理解遮个代志。我本身甲我介绍我后生劳动省的所有我遮个同心的朋友的时阵，拢甲我讲过一句话。哦，黄秀华，我即世人我会感谢你。因为吼，我无予人吼骗到死，甲我讲一句话，其实伊阿甲我讲这个回馈对我来讲是足重要的，对啊。伊好感觉各种吼，伊是愿意去接受无同款的这个资讯，而且也去思考。所以这个态度呢，我今日要甲大家所有伫咧在座的同心，咱甲大家报告，咱抱安尼的心态来理解着咱台湾民政府行啥物路，未来咱要安怎做，安尼。咱可能靠一个方向，哈啊出去，咱莫甲人编。尤其呢，若是讲像阮即摆咧讲课时阵，阮对法律落来较理解的。不过你会讲理解讲足透，啊去讲用编的吗？嘛无需要，吼、哦。所以这个部分我讲大家，恁为拜五开始上课，啊拢有领着国旗啊，敢对？好、哦、有吼、哦，准备好好哦，无一定手的车是两样的对啊、哦。好、哦，啊，迄、那个时间爱买吼，要准备的，凡事吼，拢甲先准备就好。临工时间若到要用，都有。好，我是安尼心态，所以我讲，今仔日隔者外口的朋友甲我讲一句话，黄小姐，你所讲的拢是你台湾民政府家己讲的，啊，你甲中华民国国民党因讲的有啥物差别？你讲伊甲我骗。我哪会知影讲你台湾民政府毋是甲我骗？咱卖小钱，你已经看过咱足侪咱台湾民政府所有的遮个文章，咱遮所有的法律，咱吼要安怎甲外口人讲？你会当来参考，所以伊个资料袂当是咱家己出的就对啊。咱会当讲吼用网络、用外口、吼用历史遮资料甲。求证了对啊，尤其有几点吼，今仔日就是较听要甲大家印证的。为什么今仔所讲的物件，就是吼，我去甲人做讲解的时阵，人通常60%-70%-70%会甲我问的问题，咱吼继续来探讨。咱是亚洲四小龙，台湾奈袂当加入着联合国。来，您已经上课到降息啊，为什么袂当加入联合国？有人会当给我答案无？知影人举手。是，是，来举手，来你举手，你回答。我们台湾的主权在台湾，在主权不在台湾的。哎、啊，我们台湾就是无国籍嘛，我们不是一个，我们是国家吗？不是国家，所以联合国以前国家的这个资格开当你去对不？所以咱台湾每当加入联合国，哦，我跟你讲，其实哈，咱台湾的历史地位哈，外国人台湾以外外国人。很多人做清楚了，对啊，独独是咱台湾家己本地遮个人吼，红，我当安尼讲吗？红安尼片面的资讯，甲咱教育，所以呢，咱完全无理解，家己多只咧说你拢说袂出来了，对啊。所以呢，有人想讲，会人甲你问啊，这种做基础的问题，咱是四小龙，啥做袂当联合国？四小龙是经济上的表现。经济上的表现，无代表讲你这个国家，因为你这表你的表现好，吼，你的经济的这个表现很好，就会当讲要甲参加到联合国，唔是安尼意思。因为咱无国籍，所以呢，咱初级班
概要紧五个观念。第一个，台湾不是一个国家，所以我们的人员，咱住伫台底人无国籍，无国籍。那我们的历史地位叫做什么？日属美战，来咱这岛底下，日属美战底下做清楚，把跟教学弄有下，好、哦，弄有。所以呢，这几个重点，咱先把这观念是带回去。有学过这个问题吗？哦、来，咱大家拢知影，好、哦。那你看，在不知道的自己的祖籍一直被瞒骗，就是头过来朋友所讲的。原来我到今嘛卡理解着讲，我的血统、我的血缘是安怎来？我到底是我的出生、我的来源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来给大家请教一下，现场各位同心好朋友，您已经去申请到咱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的，举手。哦，蛮足侪哦，好、哦、来，好，请放下。啊，摕到的已经有拿在手上的，哎、欸，也是讲去申请，所以你拢去申请，头我举手是申请，还袂摕到，那已经摕到啊，你已经拿到了，对。所以呢，现场还有差不多三分之一无申请到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甲你邀请一张一世人一千块，哈、哦，办这张身份证，给家己一个希望，哈、哦，给家己一个未来愿望。无差了一千块，不过这个价值是无同款的。为什么办这个身份证？开听个甲恁讲，来，那去办这身份证，你要去看到，如果在日治时代，来，我们在台湾民政府有几个名词哈，要甲大家哎。咱们共同吼来个解说清楚。礼拜台湾民政府，咱无讲叫做日据时代，日据占据的据，迄是中华民国政府。你敢讲诶？咱来讲啥？咱合理正确诶用法叫做日治时代，日本的统治时代。安尼敢好？日治吼，毋是日据哦，迄毋对啊哦。日治，啊若讲中国大陆迄边讲大陆对吗？卖。咱伫个民政府讲话，爱做精准、做正确。中国就是中国，台湾就是台湾，做清楚的。大陆有美洲大陆，有非洲大陆，你咧讲对一个大陆，中国就叫做中国，安尼敢好？咱哦吼要讲话，爱甲讲个清楚，吼、哦。咱卖吼，大概就甲中国，吼、哦，甲大陆、甲台湾牵到做伙，牵起来来画好清楚，不然就是做清楚的啊。卖吼一寡因为经济因素的人吼、哦，为了谋取他的经济利益吼。哦硬甲牵做伙，唔对诶！咱为即马开始，咱家只观念慢慢啊一点一度，咱来做一个厘清。英国啊，七十年，咱台湾人为安尼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一路红安尼片面的资讯，讲歹听叫做洗脑、洗到降息。咱即马 A 面甲转 B 面，吼、哦。另外，咱来接受无同款的物件。所以呢，若是讲咱只个同心好朋友有去申请到咱的户籍成本的时阵，有去申请到阿公阿嬤因出生是日治时代的什么大正昭和这种日治时代的这个年号，表示咱的来源有对，咱的来源就是有日本血统，咱就当申请到 TW 安尼的资格的身份证。那不过呢，这个身份证它上面的个记录哈，我昨卡讲一张课尔，这个部分因为今仔个初级班，过来呢，大家有意愿。高级班五关过了后，身份证上伊这有甚物意义？开听阁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你会当去户政事务所申请着这个成本。那申请的成本是怎么样的资料？哈，相信你去甲州、甲郡，你该讲做清楚的。好，来，我讲嘛，人拢讲啊，恁大明就家己讲啊，拢恁讲恁对。来，咱吼去网络，尤其咱遮较侪少年的，吼。即马电脑啊，甲咱的手机啊，拢做方便呢。咱去哩看我们这个网络节维基百科搜寻台湾的注解。维基百科唔是咱台湾民政府的哦，网络的物件是因就历史就因所调查的资料所写起哩的。所以呢，这个百科你可以当百分之百去甲相信吗？我甲你讲，会当让参考。至少予外口的朋友知影讲，哦啊，这维基百科写的，袂输甲恁台湾民政府讲的，有泡泡啊，差不多60%-70%，有对对哦，吼，
安尼的感觉，所以呢，会当予大家做一个佐证。你若去网络甲搜寻维基百科，去甲搜寻台湾，伊安那写？啊、哦，伫二次大战的时候呢，这个日本实行皇民化，哈、哦，那么这个改姓，要求我们台湾这边的人呢改姓日本姓氏，实行征兵制。伊咧推动日治时代的伊个伫个台湾才所作所为，这是佮甲你讲一遍，这篇叫做伫个维基百科搜下来。第一个阶段，1936年到1940年，他做些什么事情？哈、哦，在于确立哈、哦、对这个居民的这个他的这个对时局的认识，好在主民了解了讲，哎，恁是日本人，阮日本东西，日本的政府伫个台湾要做甚物代志？要让大家有这个认知了，对，这是第一阶段的工作。第二阶段，好、哦，推动皇民，好、哦，跟那个公，就那个公民的运动，奉公，皇民奉公运动。来讲台湾这的人，恁就是日本的臣民，日本皇民啊，日本天皇的皇民，好、哦，恁也当实行什么公民的这一些，好、哦，他你的权利，要让大家知影。好、哦，那么呢，鼓励好、哦、台湾人呢。来申请日本姓氏，有征兵，这种就是伊安尼所作所为，就是日本当局对着台湾，把这块土地真真正正当作是日本的土地，把咱这人民当作是伊的臣民在甲咱对待，才要做这个代志，无遐远啊！伊要做这个代志要创啥物？而且啊，各位，我阿公哦嘛甲我讲过，讲伊感觉伊足怀念。伊做怀念吼，日本人甲咱统治的时阵，介济较中辈遐时代吼，伊拢讲迄个时阵其实建设了介好，啊，其实伊嘛迄时阵认识了真济日本的好朋友，因为伊迄时阵有受到日本教育，其实很多吼，咱所受到一挂比较负面的观感吼，是咱硬插入来。敢改变的，其实有介侪人对日本统治时代、日本管理的时代吼是足怀念的。咱网络上真正足侪资料，会当逐日咱来甲看。好，那你看，皇民化参政权，参战权代表什么？调咱家的人去做兵。相信这法律，恁即几工的课拢有上过啊。中华民国政府会当要求。咱的囝儿是谁？敢做兵吗？伊有甚物权利？伊无权利。不过呢，咱台湾人，莫讲想和平，因为就是伊伫咱敢讲这资料，敢讲伊要做啥凹完。不过呢，即马无可能讲很继续凹完落去啊。咱来觉醒，了解到咱的权利伫底，伊会当做啥，咱免做啥，足清楚的，无法度讲很继续安尼，因讲话啥就啥物话。好，过来。足侪人嘛，甲我问过即句话，伫日本迄个时阵，就走伊啊，就投降伊啊，即本土地就放掉伊啊。你即摆咧讲什么日苏美战，你咧讲啥？因为吼，即、這个故事无，他在台湾这边举办受降典礼啊，即、這个典礼有无？好，真侪台湾人，因为当天是一个节，叫做什么的名称？叫做台湾光复节啊，啊？其实呢，这根本就是二次大战的时阵，日军战败，那么他的这个大太平洋战区选择在台湾这个环境、这个所在举办了伊的受降典礼呢，迄无叫做光复节，所以这个部分能够去何怪去啊？怪这侪年。不过呢，就我所了解，今嘛咱的囡仔的历史课本吼。但是拢无这段，唔敢讲我白写啦，唔敢讲我白写。所以呢，这个叫做是受降典礼，它不是叫做光复节。那么日本已经嘛，以这个典礼，这个受降典礼，伊放弃是放弃什么会？放弃是伊伫咧台湾的治理权，伊把这个治理权交去予美国军政府。美国军政府呢，又托。当时的中华民国这个军事委员长，这个蒋中正哈、哦、来代为管理，是安呢？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拢是军的系统去行这个历史
来做这个通知。来，有一个记得你一定听过，到底国宾饭店，甲所有就是国宾饭店的所有权。好，治理权这个问题，无可能讲住伫咧遮久的人，就会当讲即国宾饭店都是伊的嘛？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啊，不过因为咱英国唔知影，以后的资讯都是安尼。好，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再一次来理解到讲，这个不叫做日本放弃台湾，这块土地，因为伫咧这个甲午战争之后割让给日本。这块土地就是属于日本的这个天皇的了，属于日本天皇。他的这个受降，他放弃的是他的管理、他的治理，不是放弃他对他这块土地的所有权。所以这块土地没有错，就是属于日本的。那么是目前是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下啊，所以呢，就特别有一些征兆、有一些迹象。只要台湾公气味才洗，七月。四号，如果台湾跟美国这边实行这个联合的军事演习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咱们拭目以待。但是很多事情，台湾这块土地加到降息的时阵，是应该到哎改变的时间啦、啊，时间已经到啊。台湾民进府起来是有天意的啦，是有天意的，不是随随便便的。行到这个时间来是有它的意义的。好，所以这段咱希望大家共同甲学习起来。后摆外口若阁有人讲日本投降，因就走啊，这块土地毋是伊的，咱会当甲理解讲好出来，好，这是上基本的。来，台湾当时去割让给日本，甲午战争后清廷战败，在马关条约就已经割让给日本了。你看这个东西，这是李素收下来啊，毋是咱台民政府收下来。好，第五个这个。第五章的条文下，日清两国政府在本约批准交换后，立即派遣好这个委员到台湾省实施该省的让渡事务。交换两个月后，完成上渡事项，于是台湾进入日本统治时期，史称台湾割让或乙未割让。这不是咱台民进户下来，这是礼数，就跟咱的出生证明同款。好、哦，这是无法多改变的。你看哦，日清这个甲午战争，清廷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李鸿章这个人阁讲安那，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来讲来甲家己自己说服讲，这块地挂予人，不可惜了，对啊啦，这么无情啊，甲这块土地挂予人阁讲安那话。是在对我们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很大的伤害，对不对？啊，既然对咱这样也无重视啊，既然把咱的鬼拢挂挂送给人伊啊，即马中国迄边遐，搁要把咱退回去，免讲啦。啊，既然挂都挂出来啊，吼、哦，这就是咱的出生证明。那总控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是这样的状况之下，已经被割出来了，土地已经被割出来了。来，你看啊、哦，美国国务院周恩来解密，有讲到安那。他希望美国啊，阻止台湾、日本共荣邦联产生。伊希望讲吼，美国不要公开台湾的地位未定，因为啊，因的人啊，完全真正做了解台湾的历史背景、我们的历史地位、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在国际的地位是怎么样。所以呢，要继续模糊化，他才能够继续操控。才能够有很多的这个在媒体上的这一些个，不管经济上、军事上的恫吓、恐吓，也当这无所不及的这些恐吓、这些资料一直安尼乌白乱出来，把真相掩盖，是中国人上高做的。啊，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其实跟同血统啊，用同样的手法冲了我们台湾多少年，我们要继续给他骗吗？不要，好，来。看到这边，这个1950年11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表决中国所指控的美国武装这个武装入侵台湾，美国去联合国通过美军合法占领台湾，台湾不属于中国。这联合国收下来，联合国所颁布的，这资料不是咱台湾民政府家己写的，吼、哦，
所以呢，咱出去咧讲，唔然安尼拢硬硬摕着咱台民政府的文章，咱的 DM 去共讲，咱会去互吐，会去互讲讲，啊，拢恁家己讲，恁讲恁对，妈呢？因为我去互搞啊，拄过做一遍的啊，所以我讲我要去找很多不同的佐证，外口无共款历史的佐证，互大家做参考，吼、哦，是安尼的问题。好，所以这个资料提供给参考，可能有需要，你会当留你的 email， 好，我会当把我这个资料完全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没问题，好、哦，来，所以呢，咱今嘛就当完全彻底来咧理解到台湾为什么无法度进入联合国了，好、哦，咱的根源按对来，咱的出生证明，台湾这地的出生证明是安那，爱做清楚，厌倦谎言，多少公平正义。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因为对咱的未来有妄望有期待也真的是很讨厌到现在目前咱生活中的这种痛苦这种、哦、痛苦指数咱的上班咱的经济上真的感觉说到咱现在这个政府别说什么人来做啦他们真真正正没好好来经营这块土地无为着咱这人民，卖讲即马啦，咱的后代好好来拍算，一天过一天，咱即马咱的囡仔引起排偌济负债伫个身躯顶头，一还没有出生就已经负债了，很沉重的压力啊！即马人想到唔敢生囝，咱台湾的人想到生活在这痛苦，其实唔免安尼呢，真的。当我来到台湾民进会的时阵。我听到林志森秘书长讲，咱台湾有偌济资源，咱的地理位置是偌好诶，咱会当有偌济收入的时阵，咱会当甚至生活到比水族那边搁较好的时阵，我其实会怨叹，我是在做愤慨的。为什么咱这个时间是有安尼人甲咱操控，让咱的人活到这痛苦？咱人来到世界，唔是为着安尼痛苦来的？难道咱人才可怜吗？生活在台湾的话，来甲咱压榨、甲咱欺骗吗？所以呢？各位同心，因为安尼，所以呢，我全心伫个工课以外，我全心来投入着台湾民政府。甲搁较侪人讲，咱爱去转变着咱的想法，这重要紧，因为咱对咱的未来一定要有愿望，爱甲咱的囝儿是谁，甲安排好。咱老囡仔还袂结婚呢，还袂生囝，甲因讲免烦恼，婚礼照结，囝儿甲生落，台湾民政府会甲你照顾。真真正正，我就跟我的囡仔安尼讲，真的有台民政府，我做安心的。我嘛，我甲我的囡仔带去到高雄州，回去了解到在高雄州，咱台民政府在做什么代志，或者讲家己的妈妈在做什么代志。所以各位同事嘛，唔是讲恁今日来到家，恁家己投入尔，你要让你厝内底人知影咱在做啥。咱若总讲连咱家己厝内底人拢袂当支持到咱来台民政府，安尼无成功。要甲恁报告，咱台湾民政府内底足侪动心，尤其是妈妈级的有无？因真正足用心，要甲因的囡仔、囝儿、细细，甲因讲，恁免烦恼，妈妈替你安排，甲你办身份证。你若有闲来上课来理解，我无要求你礼拜讲后摆要做官啥物货，无，伊无安尼讲，只是讲要甲因厝内底的人讲，来有这个希望伫的，真正免惊。我感觉这个态度真好，所以呢，我嘛是按个态度去甲我囡仔讲。该抓起来理解，哦，那我办偌济活动会当，让咱厝内底人来理解，咱肯定还佫甲你继续报告。目前嘛，只看到代志，无代表佫无发生。其实发生过的代志，拢去用暗藏，就去用暗藏，骗了都哄骗啊，佫是毋是安尼？目前嘛，只看到的，就无遵守吗？偌济叫做 under table 桌仔脚发生的代志？咱嘛唔知影，那安那利益交换，即马中华民国两岸政府，伊那咧款，安那咧传，咱哪会知？咱无看到，我嘛唔敢阿白讲。唔过呢，因为时局时势行到将士啊，伊嘛做理解着，慢慢啊，大家拢会觉醒，伊那做准备无？哎，所以呢，认为拜五到今日你想上个做一课，台北、高雄、美国学校，安那会准备？最近美国飞机所有在在的发生，拢是偶然的，拢是叫做有迹象，是咱会晓看袂晓看尔。
尤其最近呢，阁足侪新闻报道，大家爱知影，爱看，爱好看时局啦，会爱都看得懂一些迹象。其实这种嘛是生活当中一个趣味啦，那当个来发现一寡吼，咱生活当中会当阁较用心去了解一寡代志，吼、哦。通常啊，看到啊拢上班啊。我这讲到这部分呢、啊，我拢爱去记咧，即讲陈水扁先生伊个案例啦。当年他执政，权力握在手上，有足侪不得意。陈淑贞女士，伊嘛足侪足侪不得意。叙述着讲，伊手头有遐侪钱，叙述着讲金钱、权力，使得伊无法度去行到这個，就是不得不走上这样的腐败，结果促成了陈水扁先生入狱。啊，这个代志，你发现时咱拢有看到吗？无。啊，等到别看的时阵呢，拢想换。其实讲这种故事是安怎？其实啦，你我头先所讲的遐个物件、遐个代志，是真的是假的，咱拢无看到，拢唔知影，所以唔免妄加断论。但是呢，权力跟金钱会使人腐败，那是事实。所以，当陈水扁先生入狱之后，咱也感觉讲很感慨，真感慨，吼、哦，看到一挂代志，我感觉想换。以往被施行的片面教育洗脑，咱看到真相不相信。真侪呢，我用这么多的例证，不管民政府的资料，不管历史的资料，用这个合约哦给他看，还是这么多的这个网络的资讯给伊看，哎、欸，拢无相信，讲哎，拢恁咧讲诶，为虾米呢？因为伊就是无想要改变啦，因为习惯，伊干嘛讲伊改变会惊？台湾民政府是一个革命的团体，是一个不流血的革命团体。林志升秘书长讲一句话：我们诉求的是稳定、和平、无缝接轨。哦，是安尼，所以呢，台湾民政府所有派着职务背带的人，伫外口讲话，拢爱负责任。秘书长讲。今嘛，这个抗战嘛，这个时间呐、啊，无用阮吼出任何问题。今嘛是一个关键的时间，所以各位咱初级班同心好朋友，咱出去拜托的，咱的言论一定要做正确的刚好，咱的态度甲建立好起来，唔免赶紧，因为吼今嘛真侪真侪人想要入来。我来讲，恁今嘛组成介侪是亲朋好友。你敢知影？顶过迄班，足侪网络来诶，看报纸来诶，高级班迄工哇几百人啊，挤到挤满满，足侪人想要入来。但是呢，要甲大家报告，也是讲迄种人想要入来，要这个讲要踢馆的，还是说那个只是进来，要进来就是说好这个做失败迄种有无？咱来理解，唔免赶紧叫这种人入来，因为时局若到。伊必须是爱咱的成员，伊若无爱做咱的成员，伊就对着中华民国立邦政府去甲平坦，不要紧，哦，所以咱卖赶紧，咱来找着甲咱共心的人，咱伫个将咱叫做同心，咱来找咱甲咱同心的人，会当理解着咱的法律的人，会当对着咱脚，对着咱脚步人来行，安尼较有意义，好、哦，所以呢，现况是对的吗？唔对，那会当有这个意愿，安尼一个拍拼的这个。同心协力来把这条革命不流血革命安尼使命来搞完成。你甲看哦，第一这嘛是网络上的资料。来，各位同心好朋友，恁若回去厝里有电脑，来，我先请教一下，厝里无电脑、无网络人，也许我看卖一下，了解一下。比较少数，好，请放下。较少数，因为即嘛吼，像我家己啦，甲我囡仔啦，厝内底无电脑、无网络吼，日子就歹过。所以呢，不要紧，慢慢啊，那个图书馆也有网络，哈、哦，安、啊、在图书馆有很多的那个政府的那个就是公共资源当用，哈、哦，所以讲，回去您得当去网络去找到 YouTube， 哈、哦、，Y O U， 哈、哦、，T U B， 这个是一个视频连接网络，你可以找什么会？美国 CIA 解密档案，台湾真相，总共1到5集。
看到了差不多四十几分钟。你若讲要爱我这个资料，讲我当考核你嘛。啊，你若回去讲要马上来看这个资料，看完这个资料哈，看完这个影这个视频哈，你若感觉讲哇，真的，咱所讲的真真正正是拢安尼，唔是咱家己黑白讲的。来，那么我们的那个志工同心，帮我好放下去，给大家看一小段。美国 CIA， 等一下，往下。Many professors, researchers, think tank scholars, academics, and even members of Congress are confused about the subject of China. Some people who profess to have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is entire matter are quite vehement in claiming that there are two Chinas. We are forced to ask, why does the U.S. executive branch insist on saying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Let's go back to the year of 2004, testifying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on April 21, 2004,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James Kelly, was asked to explain the underlying rationale for the One China policy. He was unable to do so. Unfortunately, from 2004 to the present, no U.S. State Department officials have offered any further detailed remarks on this important issue. This is very puzzling to many people. In fact, the U.S. executive branch's insistence on one China can only be explained by reference to a branch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largely unknown to most civilians. That is, the laws of war and their subset, the laws of occupation. With no knowledge of this branch of law, most persons assume that the dispute over two Chinas arose due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of the 1940s. However, thi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is in error. More accurately, the Taiwan question must be understood as an issue left over from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many of the so-called China experts seem to acquiesce to the idea that Chiang Kai-shek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uld defin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October 25, 1945 Japanese surrender ceremonies in Taiwan any way he wanted. At those ceremonies, CKS military officers said that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now belonged to China and proclaimed Taiwan Retrocession Day. Under the laws of war, however, which includ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Hague Conventions, and other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precedent, such an explanation is impossible. The surrender ceremonies only 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谢谢，我们的志工同心，谢谢。The conqueror has the... 来，你看，你这个资料下我讲对不？受降典礼即使军事占领正式开始。那么呢，美国军政府把这样的一个军事占领在台湾的这个管理权交给中华民国蒋介石他所领导的军事政府，是安呢？所以呢，我感觉个人感觉讲，这 CIA 它是一个美国的这一个它的一个机构。它是一个它是政府组织，它把这些资料解密，哦，台湾真相，它这是一个美国的这个它的政府组织 CIA， 哦，它是政府组织。所以讲你看，受降典礼，伊代表什么意思？一到五级，足侪资料会当帮助咱现场所有的同心有意愿的。四十几分钟，把这些片子看好完，你就当作理解。好，来，那接下来我要怎么往下按呢？同心，我为什么现在动不了？好，来，好，谢谢。这个是新闻台，一收下来，国防部下令涂掉战机，跟着国徽啦。这个是吼，新闻记者无理解，一般人拢讲国徽，啊，事实上。现在他所看到的那个徽章还叫做国徽吗？
啊？中华国民党的党徽。啊，你看，引起基层反弹，国军为谁而战？应该是国军呐、啊。其实呢，中华民国这个组织，伫个1949年，蒋中正家己就讲，在中国大陆沦陷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就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啊，他为谁而战？这篇所显示出来的，通通都是在不正确的这些历史、不了解历史跟不正确的认知之下说下出来。国徽不是国徽，为谁而战？根本不用为谁而战。啊，不过咱的教育一退就是安尼落来，所以会引发这样的迷思。不用紧张啦，不用紧张。但是这种问题一出现，咱来理解就讲，伊即马在讲虾米话？好、哦，可以吗？中华民国是不存在的，充其量已经嘛叫做几年民间组织团体啦。好、哦，它不是一个国家，好、哦，不称为国徽。现在的这些军队也应该不称之为国军，只能够称之为所谓的自卫队。哦，来，今嘛呢要给大家来介绍，各位我想了解一下。各位在同乡好朋友，恁是，那是讲今年较开始，哎，应该安尼问，为去年，比如说2014年9月之前就接触到台民政府的资讯的，杨家秋了解者，近期都去接受到的，好、哦，后来谢谢。啊，所以无牙秋在朋友应该就是拢之后较接受到朋友甲恁所讲解，甚至是最近所看到这资讯，较来理解到。来，那么呢，甲大家介绍，因为我是股东。告委礼拜哎，那来这边之后呢，我自己也就是过五关，好、哦、这些个过程，很多活动，和我感受到讲，大家民进户也用心，那这部分呢，可能介侪东西阿未有共同去，阿未共同参与过，唔过呢，以后阁有做侪活动，会当予大家来参与，只要你迄点心，你有意愿来参加来加入，大家民进户拢都欢迎您。那么这个资料呢？那就是看到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有举办了演讲的音乐会，歌雄班应该算第二场啦、啊。台北呢是在台北市国际会议中心办的这个，很多人几乎全省动员，每个人都像我这样穿着制服，哈、哦，有我们的徽章，戴着帽子，全部整队。整齐划一进到会场，真正把台北人吓死。哎呦，讲这是什么团体啊？他的那个，全台湾动员，精准，谢谢你，伊咧讲的是正确的，叫做精准，全台湾动员，不要选台湾，没有错。像我们都会发生这样，所以讲不是日剧，是要日志，台湾全台湾，不是全省，没有错。希望讲咱大家共同来学习。我们讲话因为太固啊，还是会有那种习惯性的用语，所以这部分呢，大家共同来学习。谢谢同心。好、哦，那么在这个去年的这个九月呢，有办了我们在台北有办好、哦、这个音乐会，那么在高雄也有办了这一场，可以说是国际级的哈、哦，非常正式、非常有水准的一个音乐会。好，你看看当时的这个整个的音乐会的这个状况，所有有穿背带的，当然迄当天迄天吼，人气无介强啦，所以有人把这个西装脱掉。那事实上呢，像今嘛，如果再上我们的这个专训的人员哈，上课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要西装穿着，一定是要整齐的制服，这个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我们组织的尊重。所以各位同乡和朋友，我要给您建议，来。现场是因为已经去上过高级班的同心，请举手，我了解一下。高级班已经上过了，高级班已经上过了，好，谢谢，高级班上过了，啊，你要再来补初级班了，对吧？啊？补还要补训，对啊，补这个初级班。所以呢，今天如果是第一次上初级班的同心，你有这个意愿，搁继续了解所谓过五关。会有到初级、高级班的这个法理的这样的研习完之后，还会有我们的
这个之前，就是说我们的法理典章、植物典章之前训练。我当给您建议啦吼，当您阁下一次来到大明政府，是说你认同，我会建议您安尼黑裤子，这个黑色西装、白色衬衫安尼穿起来，安尼吼，咱会阁较整齐划一。至少恁虽然讲恁可能还袂完全完成，不过呢，在服装室你跟我一体，这种感觉，这种同心一起组织的感觉是无同款的。无甲你要求讲你顶多爱安那，但是就是纯黑色，哈、哦，纯黑色。初级班要来上高级班的时候，我也建议你安尼穿。我爸爸就是爱甲我教育，所以呢，我感觉做方便，因为我嘛工课做无闲，无时间讲要穿什么水衫。请安内来讲课，请安来上课，来个大明几乎都是安内的请茶，很正式，哦、很有一个很有精神。所以呢，我要建议各位同心，如果你们下次要进来，不管是上点招、上这个之前训练，还是要上继续上高级班，建议你们把制服穿上来，好吗？好，好谢谢。后来继续，音乐会了后呢，美国律师来台湾就咱去。控格美国来做这说明会，吼、哦，有这说明会。迄间我冇去参加，头前这边穿黑衫的，通通拢是有植物背带的。后壁遮足侪嘛是高雄去的新朋友，同工互我足感动的。美国律师讲啥物话啊？讲英语，全场无人听有。大家拢手提簿啊，都遐看。不过迄天的纪律，大明政府革命团体要求是个纪律。同工无人起来黑白行动，就是纪律。所以讲，当然啦、啊，未来若有大家有安尼一个姿态，有安尼行动，大家过了五关，登记职务，英文咱来加强，因为呢，以后我们就是要向欧美。脱亚入欧，朝欧美他们这样的这个管理的制度去跟学习。咱台湾这边才做侪物件，做侪管理的方式，一改再改，这个教改改来改去，改到这囡仔真正大家头壳疼。所以呢，其实咱欧美、美国、英国，让人家这个执行这么久的这个哈、哦、教育的这个体系，他们政府的管理体系已经做完备了呀。要学好的物件。为学习，为 copy 开始，唔免家己计较，家己搁去编啦，搁家己去编，无影较好啦。哦，所以呢，我讲秘书长有甲咱讲，我们呢执政之后，派人就欧美去考察，去学习，把好的物件摕倒来咱来用。安尼，好、哦，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有植物背带的这些个同心呢，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意，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啊，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讲吼这个部分，我们在语言上，在各方面都要在加强学习。既然咱要给台湾一个无同款的未来，咱爱改变，咱嘛爱学习，爱有这个态度，吼、哦。过来呢，就是这个迎新会，应该是2015年呐，才拍唔对，2015年1月1号的迎新会，好、哦，这也就是咱伫个外口这个看看这个吼广场这边家所办的。迄天，哦，这个活动真的非常的盛大。迄天嘛，就老嘞，今年改变着做法，用所谓的原油会的方式，各州哈、哦、提供的摊位来做义卖，哈、哦，那一天有做宣誓，我们所有的人员都有宣誓，可以随便发誓吗？不行呢，好、哦，那这誓言，好、哦，他的这个等一下给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迄天呢？有出到一个新闻的，有出了我们的新春文稿，这篇文稿有看过人家手，哎，你投入非常深入，谢谢。所以呢，其实这篇文稿伊来在下个做清楚的呀，我们的历史地位，我们要做什么，这边都有。有兴趣的话，可以我等一下跟那个中央办公厅这边问看看，这篇里面写得很清楚了。叔叔公，我朋友是哪公摕到我这个资料，你甲放大，你当看会到。就是在档案里面。那如果需要纸本的话，等一下我再跟中央办公厅问问看有没有可以提供给你们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用档案看，这个放大起来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里面好，我们他所表示的，好，我们的这个法理，好，我们的这个历史的根据，这边都有写很清楚了。
好，这只是文稿。来加事实，大家怎样？我们呢？这个看过美国政府、美国的总统他就职的时候，要不要手举起来？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可以随便宣誓吗？这是对天、对家己、对家己的生命啊，一个宣誓，一个誓，一个誓言，能够随便讲讲吗？不可以呢。所以当天呢、啊，阮家的有职务背带的这些个人员，东刚，我让我下掉誓言，我的誓词写哪？我的名字是黄秀华，台湾民政府高雄州的学员，好、啊，目前被分派职务是在后生劳动省，于事已至诚，各遵台湾民政府法令，以清廉、公正、忠诚及行政中立致辞，关怀大众，勇于认识，充实专业知识及技能。维新改革，心力除弊，为百姓设想，效忠台湾，提升台湾民政府执政效能，为台湾谋求最大福祉。谨示黄秀华。我阁再一摆，甲大家报告着我的宣誓。希望在座同心，咱有安尼机会，安尼缘分，大家。搁斗阵来念一道安尼的誓词，为着咱家己，为着咱的未来，为着咱的家己，为着咱的台湾这块土地，继续来拍拼。来，台湾民进户，这个胡林林子安律师，三月十日，这个演讲内容有看过呀吗？有看过哈？这篇，这块会值得咱好好啊甲看。好，恁看过，今日要甲放啊。那么，我要甲大家报告的是他的这个，演讲，就是说一起，记者会花絮的对啊。因为呢，我第一开始讲初级班的课的进行呢，我开始合作，因为我本身的工作是财务会计商，好，我即马第一企业是担任安尼的工作，安尼的主管，所以呢，有安尼的机会来合作推动着咱台湾民政府。效务账务正常化了，对啊。咱即马要甲大家报告，台湾民政府的六州甲五十个郡呐，全台湾五十个郡六个州，拢有做效务。今仔日甲所有每一个人所收的新办身份证，也是办着车牌的钱，一点一滴拢记了非常清楚。阮甲大家要求，甲各郡各州要求。当时共收的件，收偌济钱，啥物人办的，哪都清楚，无用阮含伫好哩，而且嘛无所谓的走路工，介绍来申请台湾民政府身份证，阁付100块的车马费，安尼算啥物货？安尼甲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分便当钱予人，有啥物无共款？所以呢，为四月开始咧，大家辅导这校务的时阵，阮就做清楚甲大家报告，钱这种代志上敏感，台湾民政府、咱各州各郡对这校务一定要做清楚。到昨昏为止，因即马伫迄边遐咧上课的是有知识、各州的知识、副知识，啊，佮有郡守，因拢甲所有的校带来甲中央，昨天和中央的这个团长、财务账务的这个团长帮他们做审核，有问题，咱现场拢甲大家讲。所以呢，台湾民政府啊，讲一句吼，外口人讲玩真的玩假的，我当甲你回答，玩真的，不是叫做玩，是打真的、拼真的，不是玩。钱对大家都有当交代，因为讲效果当宏看，不过呢，佮要甲大家报告。台湾民政府的这个惯例已经迈向着成立着委员会来管理着进人的代志，这种的组织啦。各州各郡有成立着财务委员会，有成立财务委员会哦。郡有7个人，州有11个人，唔是讲一个州的地书讲啥物就一讲就准，也是讲一个郡的郡守讲啥物就准。不是安尼哦，是团体大家去决议这条钱会当出无？
这些钱是很多东西在参会上大家这样关系进来的，没有使用这些钱，或是说是我们去申办到我们的身份证，申办到我们的车牌的收入，这些钱一点一度不能乌白开，要开出去一定要有一个它做进口的去向，也要有单据要记录到很清楚，这些账都要经过审核。所以我们中央这边这对少部都会给看，看到五月底了后，正常了后就交给财务委员会。所以呢，要给大家报告是说，当我在给大家在给我们这些职务身负职务的这些在给他们报告的时候，说你们知道夫人啊去到美国做这个记者会的时候，他给人怎么报告，其实他美国人的时候对我们这个团体知道的了解，政府上层高员高官知道的做了解，不过呢一些说那个办事官是说这种办记者会现场那种大楼的这些人看我们普普啊，不过呢我们的人一到位有没有也是最好很多排队整齐，首先对我们的纪律他们就要对我们要尊敬三分，没打紧呢夫人跟他说一句话，我们这群人我们叫做志工，夫人跟我说吼，现时就看到因现场遐人，要说怎立正站好了对啊。站在旁边看这群人好好啊行过，本来都很松散，然后弄在边啊，好像在看，好像看猴戏一样。结果呢，甲讲我们是志工的时阵，你敢知？要介绍夫人上台那个司仪啊，他是用非常恭敬、非常尊敬的语气，而且非常光荣，觉得自己非常荣誉，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去介绍秘书长夫人上台。因为呢，后面他们的国家对于志工、对于志工是非常尊重的。什么叫做志工？什么叫做志工？不无愁庸，投入自己的，不管是时间、自己的体力去投入，为着一个目标去搞完成，这叫做志工。咱即马现主席伫个咱台民政府内底，所有伫个中央厨房、伫个咱办公厅遐嘛，介侪少年家拢是志工。拜五来到遮上课，因下晡差不多三点来到遮，开始为大家服务，拢是志工。好、哦，所以真正若要出去，感谢谢一下。哦、对你较客气的，真的，我对因真感动。尤其中央厨房遐的人，恁敢知影？今仔日同时用餐，中昼同时用餐，偌济人？恁敢知？七百几个人，一天两顿，中昼甲暗顿。哦，真的，我非常的佩服他们。因是一点心，我敢问，有诶真正洗盘啊，还是在切菜切甲手拢漏着？切甲人爱甲迄落爱甲按摩。是逐礼拜爱来呢，我讲为虾米恁安尼遮辛苦安尼？伊讲一定爱更加一定爱更加执政呐、啊！我一点开要更加执政就对啊啦，袂听啦，是着执政就袂听啊！安尼，所以点心有使人感动无？所以呢，来借各位的手，虽然因无听到，敢鼓掌，真的。好，那虽然呢，这块片啊，恁在恁有看过就卖个放啊吼，来，结果。咱是不是控告啊？对不对？记者会也都开了，结果呢，这触笔的代志，这个呢，他受理了我们的这个控告，对不对？结果这个案件呢，已经在当时啊，送到中华民国外交部林永乐部长，已经等因啊表示收到，有无？结果呢，这个诉状还是甲拆封，搁寄寄回去，包包的动作无看到，安尼有做鸵鸟心态的无？如果啊，他不受理啦哈，进行单方诉讼，也到那卖出声不要紧，没关系啊。我们已经台湾政府已经善尽了我们已经告知的这个义务了，法律程序咱照行。伊若无要行不要紧，迄是放弃家己的权利，哈、哦。要给你一个机会出来，甲大家说明好清楚，哈、哦。两方对簿公堂，大家讲好清楚，你无爱嘛，不要没有关系。来，我们就进行单方程序的单方诉讼的程序。啊，再次不理会的话，那如果美方就这个部分来做出判决的话，那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他就要接受那样的事实。当民进户在机台那天，早日来，早一天到来，
好，他们可以继续不要去理会，没有关系，他们继续偷鸟没有关系。不过咱不要再继续骗啦，好。来，这就趣味哦。今仔日，就今仔日很准时，今仔日。应该是今仔日暗时吼，恁各位同事恁回去厝吼，会当看有网络有电脑网络，会当邀请恁去哩吼，咱台民政府的官网，应该是今天晚上，好，等一下我们再确认一下今天那个我们的志工同心，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有确认吗？晚上六点半，然后呢，在我们的官网上会同步播放。来，各位同心，今仔日吼晚上六点半，其实我已经一定登到厝啊。你可以把网络泡开，去搜寻到咱台湾民政府的官，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去同步收看今仔日五月十七在日本日航饭店所举办的这个酒会。好、哦，今天晚上就是今仔日，胡林带一帮人，做好真济在日本在为咱台湾民政府打拼。好、哦。来，这是俺诶志工同心哈，你看哈，好大家看到，现场直播的时间晚上的六点半到九点，日本哈东京盛大晚宴，这是我们官网上的资料，好，好，所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台湾民政府今嘛收走代志很多进行式，虽然恁初级班，唔过恁来了解，恁买当同时来参与，好，千万不要脱节。那么恁若去到咱那个酒馆。有甲恁介绍的朋友讲，我有参会，吼、哦，我定是要扫街，拢欢迎恁去甲参与，去甲参与，吼、哦。来，你来看哦，美国呢，这篇的网络的报道，唔是咱家己民政府家己刊的哦，唔是哦，是美方帮我们刊登的报纸。结果呢，中华台北啦，看到讲，哇，你民政府开始刊广告安尼，咱的 logo 安尼才清楚有无？嘛，走去。跑去这个墙板面呢，下在什么台湾的什么什么奖助金，叫大家去申请，申拼申要来拼，够有意义啊！这才够有意义，哦，一个反讽啦。咱的资料已经起哩，开始在启动啊，开始拢在了解啊，哦，国际已经开始在注意到，尤其要给大家报告，林子安，我们的秘书长夫人哈，她也迄、那个。在三月十二号的那个在美国的记者会哈，透过网络的传达，透过网络点阅率哈，有超全世界全球超过6000万人去点阅，6000万人啊！所以呢，台湾民政府做什么代志？不是咱台湾有的人唔知影就无发生呢。哇靠！人了已经看到咱台湾发生讲有这台湾民政府在发生了，6000万人去关注到安尼的资料啊！安尼个资讯呐，咱台湾阁介侪人吼，无用着家己个工课，无用着家己个三点半，多咧辛苦。即种国家个局势拢无了解，6000万人点阅，吼、哦，恁会当理解着安尼个数字是足惊人个。这种广告效益啊，这种整个的宣传效益，真正无共款。好来啊，所以呢，嘿，伊早起用这无意义啦，予大家知影讲，咱爱做，咱。应该要做的代志，无意义的代志吼，那个做一个分析，做一个判断。来，最近呢，各位应该嘛是会当常常看到，伫个这个报章杂志上，吼、哦，常常安尼媒体的报道，这篇《自由时报》伫个四月二九所刊呢，哈、哦，所刊登的“千人剑走，走出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这篇有人看过，人举手。有哈、哦、好，谢谢。来，甲恁报告，这篇伊内底所写的，这篇做大家好来参考。伊内底所写的这个伊的论述，好、哦、有写到，台民政府是一个平民政府。好、哦，这一篇他的论述非常的正确。会当拄到安尼有正确理念的这个记者，哈、哦，是安尼福气啦，哈、哦。所以呢，这篇若讲甲资料会当考登去，会当好好参考，甲咱的朋友分享。哎，这篇哈、哦，有刊登伫个咱办公厅迄个布告栏，有去看人举手。有知影有这篇的嘛？吼、哦，谢谢。这篇哦，这篇报纸五月初三，《苹果日报》A2 版全版规版呢报道。嘿，这个报道全版哦，
起来这么大张全版，他是不是疯了啊？那不是我们叫他看的呢，他自己看灯的呢，啊？嗯，哎，对啊，本来是要开钱啊，难免开啊，难免开啊，他就是要来给我们，要来给我们踢馆啊，啊，是不是真的踢馆？不对，其实不是，哈，可是这个是吼，用反方向的，我要跟大家讲哦。秘书长哦，因为我有时嘛是戆戆呢，拄啊看这报道讲，我开始来啊，因为吼，啊对，甲大家报告，各位同心，你若入来甲台湾民政府过了五关，登记了职务，咱袂当私设平台哦。咱的赖，比如讲我中央，我也是中央有一个阮的赖的频道。你若州有州议员的频道，吼，阁员有阁员的频道，你莫甲大家家己安尼吼，讲哦，我做侪物件要甲人分享，我无好家己点、家己加、家己弄迄个平台，不可以哦。哦，所以呢，这个资料我看到，我就开始跟我的团长讲，团长啊，这资料，这嘛呢，这状况是安那，我要哪讲讲，我嘛是袂啥会好看，所以必须都跟我讲讲吼，上课来，我们是上个礼拜来专训，必须都讲吼，你人戆戆啊，袂晓看报纸，连报纸都袂晓看，我讲吼安尼哦，什么叫做连报纸也袂晓看？这篇我跟恁讲过，必须，你怎跟恁讲无？安那看报纸我跟恁讲无？有哦，十三点我跟您讲吗？来，哦，他这个地方，哦，写的我们的圆桌，哦，这个六周的知识全部上去被受访，哦，上课要加6000元能够谋职，什么叫做谋职啊？给那各位同心，你哪个家上课初级班、高级班上了，你哪无爱阁继续的时阵，那叫做谋职，你们要经过。法理典招、职务典招跟职前训练呢？你若无安尼经过的时阵，你们的课程算没有完整呢？你无登记呢？安那叫做谋职？你家己，咱家己愿意付出偌济，愿意去做到偌济，愿意投入偌济？你若拢无跟进，若讲五六年前，吼，初头开始，阁有一挂迄种安尼。没有办法持续下去的，中途跑掉的，也当叠加有一个机会吗？所以呢，咱咧邀请到咱的新朋友来到咱台湾民政府，咱卖放大，咱有真真正正有安的理想，有咱想要做的做法。不过有一个观念较要紧，任何的组织在伊进行的过程当中，会有真侪的调整，会有真侪的调整。不过这个调整呢，是希望会当。向更较好的方向来进行，那我安尼期待安尼计划安尼按算，唔过咱卖讲放大，放大讲骗入来，对咱无益，对咱无好处，吼、哦。所以我希望讲今仔日咱在座，会当家己邀请入来这朋友，是用正正确的这种说辞，吼、哦，家己邀请入来，邀请恁来理解，唔是家己骗入来讲叫恁入来做官的，要做官。要得才有一个机会，爱看恁家己，要看咱家己要投入偌济，按家己的选择，唔是讲阮要给你，民政府要给咱。今日打出这个门，考上了啊，你阁无要来投入，你讲伊也无给我做官，安尼敢有公平？所以讲，帮自己相对的这个心态的问题，得才按大家来共同确立，好，安尼的心态。有几个事实，好，所以说呢，必须对员工。这篇报道是一个反讽法、反用的手法，叫你那大批看到惊死人嘛，对不对？啊，不过呢，他的晶片有40000人，好、哦，有多少人来申请？会不会引起这样的好奇啊？所以呢，其实那篇报道了，有介侪人吼敲电话来问，啊，人就想讲，台湾政府去用查封无？结果呢，各州各郡拢无代志，吼、哦，大家好奇无？他说，那这样子好像是真的哦，可以来试看看，好、哦，那你看看。民政府，我们的中央办公厅这边管制严格，连挂红牌，进出一律后车厢打开，维安这不能够一点点的这个松一个疏失跟松散的掉啊。好、哦，那我们的组织有餐厅、中央厨房、咖啡厅运作，都是很健全的。这边的人员投入是志工，全国台湾民政府的福利，未来我们希望配置的我们的福利是免学费、配房屋。好、哦，我们要排除我们台湾人受教育的经济的障碍。现在我们的孩子还没出社会，就已经开始排学贷了，很辛苦。我们希望未来
实现了咱即种诶即个愿望了后，会当解决咱遮尔啊沉重诶负债，好、哦、实现住者有其屋，好、哦、解决钱跟就是说学习教育学习跟住这两项最重要的这个资金的需求，咱台湾民进户会当个解决，好、哦、可以没有负担的去实现人生的梦想，让台湾人活得更有尊严、更有价值。这嘛是我做深深的期望。请亲们勿忙。来，我们的组织架构六州知识接受访问，不是只有我们台民政府不是一个中央，不是只有一个中央机构，有组织啊、哦、完备，等待时机来正式六州州长给全台湾人民认识。所以拼有无？伊敢下个做清楚呢？虽然是很耸动、很反面的一个说辞，可是哈、哦，会吸引你。如果真的有意愿进去看的人哈、哦，会看出里面有非常多的资讯。他从这些反讽的手法当中告诉你说：“哎、欸，台民政府以我什么的组织，以什么人在遐，在做什么代志？用改公告做清楚诶。那当看报纸的民众有安尼印象了，以后再来印证，讲啊，近景黑团那个苹果日报讲诶，拢假呢？吼、哦，是安尼。来正式宣告，原来台湾来这边哈上课的人哈，不要报，这是以训练国际法理投入执政的地方，可以来受训。”但是他动机要正确。今天各位来到这边，不是讲来讲找工课，我们那共同的正确理念，我们来学法理。既然因为受到那么多、接受过那么多的资讯，今天我们再听一些不一样的，让大家来去甲做比较，来判断对这是对的。好、哦，咱们继续，搁行落去，不用对几条路来行。那么介绍我们的这个领导人，我们的这个目前的这个领导，我们的林志升秘书长给全台湾认识。好、哦。他的目前职称是秘书长，那么呢，昭告全台湾哦，要去辨识台湾的真相。来，台湾人在美国军事占领中，美国占领是拥有台湾的主权者，那个土地的领土是属于日本天皇的，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来占领台湾。他在这上面就已经很明白的表示这些个讯息在上面了，所以那篇报道，那个秘书长说：“哎，呵呵，感谢记下俄勒，感感谢了，对啊。”好，重申台民政府好要来这个所谓赶走这个台湾那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方法，非暴力、非武力、不合作、不配合。好，他结合的是美国马丁路德好跟金恩与印度甘地的这个理念。好、哦，这个台民政府如果犯法了哈，咱家里阿姐扫街，我们这么多的参会，啊，尤其最近啊，高雄州的迄个澎湖郡有无？好、哦，这个开幕，啊，那些屏下的这个警察单位啊，还去帮忙维安，帮忙这个哈、哦、交通维持，所以呢，其实已经默许我们的很多活动，敢协助，好、哦，所以说我们是不是？英国帮我收下来诈骗集团，好，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让他做理解。来，都知道了，我们好目前的这个位置，一下个做清澈，翕个还翕片波到翕片，翕个还短片，哦，连圆桌上面回到翕个还你还清澈。好，最近报道的 TC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A2 全版的，如果是一下掉了，如果是美国受益，要协助。让更多这边的台湾人来认识我们的这个台湾民政府，讨论目前的这个现况。但负面报道在考验我们会不会出错。所以呢，秘书长说，这个时期呀、啊，这个时间不容许我们出错，不容许我们出一点点的差错，因为咱今要报告加汤羹啊，大家拢放大眼睛，提放大镜要给人检视，但受出去的人是袂当有一点啊差错。其实嘛是咧要求着阮家己，要求每一个来到台湾民政府的人，阮的行为，阮的所作所为，我们的言语，在在拢做要紧，爱做顶真啦，袂当讲做当兄，安尼讲黑白讲话，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如果是 Chinese Taipei 就是即马即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以指使，想要借由负面报道阻止民众来接触，其实咱的民众吼。是会好奇的啦，他要阻止阻止不了的，会反而让更多人想要一探究竟，想要来了解看卖，好、哦，小哥那里可以受不了负面媒体，好、哦、自乱分寸，延缓他离开的时间。他如果继续对控告案继续置之不理，很快的是谁离开不知道，好、
来，记者来去问到咱那个美国再来协会哈，去问记者说啊，你们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怎么样？哎，这些警卫，他们不一定是，他们不会是这个所谓的美国政府这边的官员嘛？他们不会去指派，你去跟他问是没意义的就对啊，因为那个是我们台湾人这边在那边受雇的嘛。好，所以他们去问他是没有用的，跟我们大楼警卫是一样的。来问到那个好 AIT 就是美国在台协会的官员有没有回应才是重点。去跟他问，哎、啊，你这下来拢对的吗？当面就有你承认吗？到后来到报纸发出来，因拢无敢回应。很多事情可以说不可以做，所以在回应到刚刚那边，很多事情在发生，阿咱无看到，无代表无咧发生，是这样的。好，来这个我们的这个身份证呢，是美国军政府唯一授权。我们的这个身份证哈，外面现在有一个台湾国，一张300块，今日听到敢那够有100块的。哎，够有效啊！咱来1000块，较贵较有效吗？唔是啊，因为是安那，因为咱这张身份证是送去美国做的啊，是美国军政府做出来的。这个 USNG 伫咧家，这是晶片卡。所以呢，阮做者同心吼，因出国去有时吼较调皮有无？想要验证吼，到底这张卡。这张身份证在外口会当用无？有时阵团去到国外，因就无爱提着因的护照出来，讲、哦、我没有带护照，啊吼，就提这身份证，给海关引起 copy， 啊 copy 吼，即卖海关哇看到这不是护照，其实卖头壳疼，你敢知？身份证 copy 了吼，入去办公室去问问，讲哎呦，啊这张真正是美国政府发出来呢，啊就因也扣会好过。这种故事我是听到的，我家己也未去用过啊，我嘛。我唔忙讲一天，我会当甲试看卖。但是呢，真正介侪东西，伊去出国回来，当天吼落飞机，大家咧上课咧，前面列队，包括说我英国，我通过呢，我还足兴奋，甲大家报告。唔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即马呢，你的这个身份证上面的英文名字啊，爱甲你目前的护照的英文名爱同款。那是无同款，可能是无法度用啦。好，就是说你要出国的时候，在其他一些国家，你暂时好，你要还是要跟你的护照，而且跟你的这个信用卡上面的英文音译的名字要一样。未来，来我们台湾这个地方，我们无国籍嘛，其实咱干哪有护照？我们是以后要给大家申办的是叫做旅行证件，旅行证件，哦，不是所谓的护照。好，所以未来呢，在申办旅行证件的时候，列名。家你的身份证顶冠，你所申请的名同款，一套摕起来就齐全啦。行出去，到世界各地的海关通关都没有问题，很确认你是什么所在来的人，非常的确认。好，那么这边有写到，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是美国军事政府下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不是台湾国。好，或者其他民间政党的这身份证，我们要认清楚。我知道哈，有一张这个身份证跟我们的也排版资料盖详很像，不过他们的不是晶片，他们是条码，用 B 用那个 B 的这样子，啊，我们是晶片卡。主权国家才能发行护照，台湾是被占领地，不是主权国家，所以只能发行旅行证件。就像日本琉球，好，那边的旅行证件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跟大家再一次的厘清。为什么我会这样整理资料？因为哈，我家己也有时候会混淆，所以我搞我家己有时候会犯的发生的错误哈，把经历主要出来，和大家共同来确认，共同再一次的去厘清这些状况。台湾政府是美国军事政府下政府组织，不是台独或中国统一。南北当诉求什么会？不能够诉求统，不能诉求独立，对吗？不可以哦，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能诉求哦，好、哦，不能诉求这样子，台独没有，不是我们的诉求。那么美国军事政府的车牌，好、哦，是我们台民政府发行的车牌，也不是台湾国好、哦、或其他的这个组织的车牌。那么这目前的这个车牌的办理呢，全部归到各州，归到各州。那秘书长一再的告诉我们，车牌
目前现行我们还没有执政之前，车牌呢就是目前的这个白牌跟我们的红色车牌同时并挂，同时并挂。那麦奇卡，赶紧把白牌拔起来，只有挂红牌，不要这样去挑战。再一次诉求，再一次提醒我们的诉求叫做是和平、稳定、无缝接轨。但今晚麦刚冲撞，我们现在只是想把我们的法理很正确的传达出去，让大家知道我们有身份证，我们有旅行户，我们有旅行证件，我们有车牌。这样子，如果你们要申请车牌，可以到州好、哦、那边去了解。好、哦，来，这个、就是我近几阵嘛推动会计正常化，我去到台南的安平郡遐开课，今嘛全台湾各州各郡有做侪课，好、哦，拢陆陆续续在开课当中。好、哦，这个是在中央的时候，我们也是推动 SOP 的这个上课的时候的一个状况。我们的账好、哦，就是要求一定要做得非常清楚。来，如果我们不思考未来，便不会有未来。因为今仔各位在场的各位，就是对咱的未来有愿望，哈、哦，有去思考着未来要安怎行。虽然今仔有这恩惠当伫个家，天空虽不曾留下痕迹，但我已飞过。受因果所行过的，都会留下痕迹啦。在天空飞过是没有痕迹，但是走过的会留下历史轨迹。错过了，今天如果各位错过了这样子一个法理这条路的时候，未来我们要走向哪里？说实在的，目前我走在这条路上，我很确定，我很确定。我也常在想，看到这句话，我说，如果我今天错过了民政府，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未来我还有我的孩子，还有我们台湾这个地方要走向哪里。世界上的伟大运动跟某种的理想都是有关系的，没有错。咱今嘛，咱所行的是跟英国所无同款的这种革命的运动，要有这个体会。咱今仔不是干干单单坐伫个家，我们用这样子听来理解。有一天，咱就会行向无同款的未来，这是足无简单的一个机缘，一个缘分了，对吧？要迎接真正的台湾，好，了解明白到台湾真正意义。来，各位啊，到中岛啊，差不多要吃饭啊。您理解的，来遮有甲你英国所理解的这个方向，有让你做翻转的无？有没有很大的这种就是有冲突感，还是不能接受的地方？会有这样的状况吗？您有感受到讲？哎，这个是恁家己的各自评估啦，哈，这个没有对跟错，做一个调查啦，大家嘛，互阮江苏做一个理解。来，为拜五到今嘛，下晡等一下就是吃完饭后，就是我们的这个结训的这个致辞而已啦，哈。所以呢，从礼拜五到现在，听这些话力，做最优秀的讲师，跟恁讲这多。各位，恁目睭开开，我问一个问题，讲恁来到家。有甲恁英国诶以前的这个想法哈，有帮你们厘清的，你牙齿好了解些。哇，感谢您，感谢您，真的很谢谢你们，谢谢啊，请放下手，真的我很感动。我爱甲安尼牙齿这个画面哈，甲秘书长报告，所有拜过甲今嘛，甲今仔日所进行的讲师，他们确实哈有，因为他们的努力。让您大部分的人都知道，把你们的 A 面真的转成 B 面，好，可以让我们理解。我们现在要出去要怎么跟他说，要跟他们小肚的吗？要跟他们批评说国民党做不好吗？要跟他走吗？是这样吗？我们不用叫他走，美国政府说来嘿，给你安排好了，飞机船给你安排好了，过不用我们去跟他说啦。好，我们要做什么事？邀请，邀请来理解。来，现场各位，您去参加着国军还是州的参会的人，互我了解一下，有去参加过的人，举手。我阁介济人无呢，好来，请放下手。所以啊，各位同心好朋友，咱的课进行到这，嘛到要到尾声啊，吼、哦。那么，台湾民政府今仔日要所发生的一条足重大、伫国际上的代志，就是今仔日暗时伫日航酒店。这个酒会的一个说明，好、哦，这个说明，我相信等来这次哈、
这个资料里面都有写，他的这个应该有机会你们可能会拿到，然后这是专训的时候发的，未来你们一定会拿到。对着台湾民进会的卡波，不断不断去理解着咱的法律，了解着咱即卖行是一条安那的路，这是最要紧的。好、哦，那来到台湾民进会，今仔日大家拢穿了介水，我头一遍来，我穿了足水的来，后来我无啥干，为什么？看到这些大家拢穿着安尼的制服，我感觉安尼最有精神，很有精神。戴上这样的植物背带，黄色代表中央内阁，绿色、橘色。好，各有不同的意义。当我穿上这样的制服，戴上这样的背带，我有一个责任感，一个使命感。我紧紧地握着我的麦克风，跟我这样的一个指引感，我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共同一起来创造这样的历史。那么，各位同心，当你们以后邀请新朋友去到州、去到郡去参加参会的时候，可以跟他们多认识，去多认识，好、哦、这些个知道法理的人，认识法理的人，这样子，我相信其实会更厘清啦、啊。一次两次是不够的，我从去年九月到现在，还有很多还不懂，不是那么清楚的。但是呢，我理解有几个重点是大家可以一起来更认识的部分，今天提出来跟大家做这样的探讨。好。准备好迎接美丽新世界了吗？用怎么样？希望咱的未来是安那的未来，抱着安那心态来到家。无啦哈，应该没有被逼来的啦哈，来看热闹都不是。为了真正了解真相，开创一条活路、有尊严的道路。听懂了，听进去了，要展开什么行动来迎接美丽的新世界？我今嘛所行的，谢谢。我现在所走的就是在走向我心目中的美丽新世界、哦啊、今天到这个地方、哦、真的很辛苦各位、欸、我的课程、哦、通常不会就这样结束，因为我还有15分钟的时间，我要做不瞒说今天、哦、是那个年轻人、哦、还是爸爸妈妈给你介绍来拿手有没有？有没有这一种的爸，就是家里长辈邀请你来的，来先生请上台，来啦，没关系啦，我不会为难你的。哎、欸，这个机会很难得呢，你知道吗？我们现在上课，来来来，请问你来这边，你想管呢？来，你有压力呢？来，帅哥，来，你从哪里来？台北。台北哈，那今天谁带你过来？姑姑。姑姑。哎，爸爸知道姑姑带你来吗？知道啊。爸爸是成员吗？不是。不是，那爸爸同意你来。同意啊，同意，好，很好。那么你乖乖来这边坐三天吗？哦，两天而已。哦，我礼拜五还要上课。哦，这样子，来辛苦你了。那么你现在所上的这些个资料，在你脑袋当中，哎、欸，对对对，你几年次？83。哦，安内哦，小儿子3岁而已，好，很优秀。安内，那2年后可以把儿子带来了哈。那你来这边上了课之后呢？你觉得你获得？你觉得有没有跟你的以前的想法有什么翻转？如果回去爸爸问你说、啊、你可以、欸、爸爸来上过课吗？没有没有。你准备回去怎么跟爸爸说？就等于是上历史的感觉吧。上历史的感觉，上历史课的感觉。对啊，上历史课的感觉。那这样子的感觉，你来先说这几天下来、欸、舒服吗？舒服吗？还好吧。啊、就是很不简单的做完这3天的课，但是以前你上的历史课跟今天最近这几天上的课程，你会不会想要好好去思考一下？就课程就是之前可能学校上的可能不一样吧，就是讲表面上的而已啊。对，他没有讲出很多东西啊。对。所以呢，我们从安内金娜。因所接受，我们再一次印证，他们所接受到的资讯都是片面的。今天你问候你个不搞，这3天还不够，真的还不够。好，那但是呢，真的很欢迎你这么年轻，有这样的这么好的福气，我来这边坐这么久，听这些东西，不是每个83年次的孩子都有安尼机会了哈。来，咱个几辈来，跑下来，感谢这人帅哥小弟弟，谢谢。很不简单呐、啊，好，这个。要这样的年纪的孩子在这边坐3天，来理解、来了解
这个姑姑一定都听你对吧？伊甲你出食宿费哈，好、哦，你看我就知道，跟我爸爸同款。所以啊，要栽培啊，要栽培咱的后继啊，爱付出啊，付出像我爸爸哈，像我姑姑同款，人呢叫来坐，好、哦，甲出食宿费，搁一路甲陪，是这样子栽培的。来，这位同学，我曾经在别的课看过你吗？没有哈，可是你投入很久的感觉。哎，你有背带哦？哎，不是哦，那个是我们上课的。对对对，我只看到背带我就会兴奋。来，请教一下，您是怎么进来的？哦，宜兰州。嘿。哦，是是。哦，好好好。是是是。了解，谢谢你。所以呢，透过有健康发力的朋友，把你带去到咱台湾民政府的组织去理解，安尼说了解到你的资讯会较完整，你去接触到到那样的环境，真真实实的去接触这些人，你搁来理解会较清楚。只是咱我的建议啦，吼，较正确的一个步骤就对啊。好，咱卖伫外口讲用争论的。用辩论的，还是用批评的方式，真的是不建议这样。好，那么、今天的课程、我想说，不然开放一点点时间，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大家互相来探讨。啊，搁要甲大家建议就是讲，恁这个来到家实在朋友，会当互相交流。尤其呢，也是讲各地各郡的迄个参会的时间，咱就尽量甲参与，安尼刚好。啊，现场今仔日咱的课程到家，有想搁要了解。一些简单的问题啦，哈，太难的哈，哎，那个法理的部分哈，我们就还不再去讨论了。啊，现场是不是有人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开放一点点时间。好，对啊，这边是，嘿，来，请加共。我介绍一下我怎么进来的。我介绍一下，我叫许坤仪，N U 许啦，乾坤的坤啦，仪容的仪，我是爱台湾的哈。以前看到高雄吼，第四组的市长选举吼，这个秘书长的这个偏向我嘛有啊嘞，我就听了这个偏向吼，就认识到咱台湾吼，应该有这个能力吼，爱为台湾努力，所以讲吼，经过。今日吼，我要人叫我来这个报这个新闻证吼，申请的时阵，我阁找了我的片啊，我蛮足感动。哎，我找迄个片啊时，我就已经决定讲啊，我就读真久啊吼，了解真久啊，有这个机会啊，我就跳入来啊。吼，我唔是看什么啊，我这片啊，我有摕。我好难 copy 啦吼，阿毛提供出来咧，我迄个选举无，哦，伊讲得足清楚，秘书长，二号，写转互我，我就是安尼入来，所以讲我对整个咱台湾吼，这个机缘已经来啊，我都唔通阁丢底啊，吼，勇敢来。参悟，吼、哦、啊！这个人吼、哦，来这个参悟路，跟他点一支蜡烛啊！哦，愈多人入来，这暗时啊，吼光线吼，只有愈光啦，就找无乌影啊，台湾就幸福美满，这是我的，我的期待个努力的方向啊！谢谢，感谢。好、哦，感谢哈，咱安尼动心哈，诶，当安尼投入，真感谢。咱所有今仔日参悟到咱初级班诶，动心好朋友，未来
咱拢安尼机会，不管是一对一，还是咱一对几个啊的好朋友，咱会当像咱这个同事安尼，甲大家安尼诉说，甲介绍，为什么咱来到台湾民政府，咱的希望是啥？要邀请因来了解啥物货？咱要来了解法律呢？咱的秘书长哈，有他的这个我们的新台湾论呐，哈。很值得，一定要看呐、啊，一定要研读啊。各郡啊，有时候他都会开课去研读我们的这个《新台湾论》啊。有兴趣的人后面都有书籍哈、哦，可以带回去做参考，好吗？那么那我同心，那如果我的课程现在结束可以吗？可以哈、哦。好，那么很谢谢各位。那么有需要的时候呢，在我们电话联络。感谢，谢谢。